听说疫苗的动物体实验又失败了。我向你保证，3周之内我们一定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。脊灰病，老百姓叫它小儿麻痹，它摧毁的不只是一个孩子，而是整个家庭。阿竹，你有什么想实现的愿望啊？我现在想当医生，把所有的小朋友都治好。郭老师，实验体4号正式度过危险期。只有用我的身体做实验，我才能最准确地告诉你们病毒在体内的反应。郭老师，我叫万岁，党龄2年3个月。我叫刘一亮，党龄3年10个月。不愿意试药。我也愿意试药。我刚入党，我也愿意试药。我也愿意。郭老师，我愿意。